莫挣扎，哦，感受一下它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温暖，融会贯通你的全身，非常的舒适。夏小七，请你不要挑战我的耐性。不要那么凶嘛，我今天主要是过来跟你分享一下我新发现的这个艾灸按摩椅，真的很舒服。有病啊，试一下你就知道它的快乐了。放开，柴油气，放开！我们还没那么熟吧？一回熟，二回熟，三回我们就是朋友。放松，吐气，放松，吐气，莫挣扎。哦，感受一下它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温暖，融会贯通你的全身，非常的舒适。什么例子？那么疼？非常的舒适。你没有感觉到吗？你给我放尊重一点。放开你的手，加油气！放开，你放开！方总，我已经把你的……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回来，把他赶出去。不用赶我走，我自己能走。你怎么还不走？嗯，拜拜，拜拜。你放他进来的。我，方总，你们这是吵架了？吵你个头啊！吵架。那我明天帮你。你说呢？亏你们两个想得出来，用我的艾灸椅去撩汗，就没有见过像你们两个脑回路这么清奇的。没有，我不是想拿这个撩他，我当时就想着说，心跳加速，体温升高，微微出汗。哦，傻丫头，方总啊，那不是被吓到了，更不是热到了。以我柴姐多年的经验来看，他呀，应该是对你心动了。心动？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的表现？喜欢？哦，我得让他喜欢上我才行啊。那当然了，方总可是我们镇上不可多得的黄金单身汉。小七啊，你一定要把握住机会，如果你能收获一枚年轻有为、帅气上进的霸总做老公，那将是多么的幸福呀。老板娘，点单啊，来了。小七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光临。小七，嗯，我怎么听不懂柴姐在说什么？你还小，没关系。想当初，他爱我已经爱的逼着我跟他结婚了，现在让他喜欢上我，很简单的。嗯，有道理。查的怎么样？我黑进了他的支付系统，上面显示他订了明天两张温泉酒店的 VIP 套票。两张啊！天哪，该不会是有了别的女人了吧？不行，我们得抓紧时间了。小七，你上一次就被他的荷尔蒙骗到，这次一定要小心啊！放心吧，没问题。
我到了，你在哪儿？啊，那待会儿来祠堂找我吧。嗯，先生，您的房卡。谢谢。你好，我网上有预约。哦，请稍等。鬼鬼祟祟的，他在干嘛？亲爱的，这环境还不错。我就知道你喜欢。讨厌。走吧。我是您的智能服务生，很抱歉，前方是 VIP 专区，二位不能进入。我干扰了他的系统，你先去换衣服吧，我来搞定。委屈你了，但是我也不会让你白帮忙的，不然我帮你升级一下系统吧。